成就了这我们的活鱼节，真的要非常谢谢他们呢，也带来非常多的美食的飨宴哦，让大家知道说呢，其实鱼有很多种吃法呢，也可以让你的菜肴变得更加的丰富。好，我刚刚介绍是我们的石雷园，以及我们的石园，还有我们的新兰餐厅，还有我们的北河餐厅，以及我们的绿野乡村餐厅全家，以及我们的祥和园。好，我们要请我们的龙潭乡的乡长。好，我们请龙潭乡乡长来为我们代表颁奖。